螳螂照日是咏春白鹤拳的一个寓意于螳螂捕蝉的动作而命名的套路，既有下盘的小刀剪芙蓉，中盘的黄蜂出巢和直线转身退步的牵牛过岸，又有上盘的螳螂照日等机器攻防动作，演练中柔和大方，步法灵快，手法多变，吞吐浮沉，刚柔相济。Thank you.
两腿直立，两手自然下垂于身体两侧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前踏出半步，膝微屈，右脚面绷紧，向前方踏出半步，虚点地面，长虚步，做白鹤计脚，上动不停。左手立掌，拇指屈曲，左手握拳抵于左掌心，从左腋下向右前弧形推出，置于胸前中央，做将军挂印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右脚后撤，与左脚平行，长平马，稍宽于肩，两手变成虎爪，从胸前内收至两腋窝前，先掌心朝上，然后两手内旋，由上向下用力按压，发出螺旋劲，置于两大腿前，掌根紧贴腿面，做半月神僵。两虎爪变成鹤翅掌，两肘后收，分别由下向上、向前、向外弧形推脱，掌心斜朝上，两肘内夹，离腹一拳许，两手形成往上坡、往前推的合力，置于胸前，做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腕内旋，心坐结，沉腕，两掌心斜朝前，做朝阳坠落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式，两掌竖立，右前左后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、向内、向上、向下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承诺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。
左脚向左平开一步，右脚紧跟在前，称为左边大门。右脚在前的前三后骑马步，两脚运行路线均由内向外，做弧形的圈脚动作，呈左画眉踏架。上动不停，双掌呈虎爪状，左先右后收回腋前，然后向前用力推出二下，力点在掌根，左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右手里收，经坐结成腕，两掌心斜朝前，做双肢双扬，两眼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两掌竖立，右前左后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，向内，向上，向下，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右脚向右平开一步，左脚紧跟在前，成为右边大门。左脚在前的前三后骑马步，两脚运行路线均由内向外，做弧形的圈脚动作，成为画眉踏架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双掌变成虎爪状，左先右后收回腋前，然后向前用力推出两下，力点在掌根，做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腕内旋，轻坐结，沉腕，两掌心斜朝前，做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
横上势，两掌竖立，左前右后，左下右上叠起，由外向左，向内向上向下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横上势，左脚向左开出一步，踏归中门，长右脚在前的右前三后骑马，双掌分别收回至左右腋前，掌心朝身内交叉进胸前，向下切压，置于当前，长脚刀剪芙蓉。左掌在上，右掌在下，然后由下经子午中线向上向前推脱，两掌心均朝上，做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手经坐结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举腹前一拳许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双掌呈虎爪，分别先左后右向前方推出，做黄蜂出巢，两掌目视前方。横上势，右手里收，两手经坐结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举腹前一拳许，两掌心斜向对，目视前方，长双肢朝阳。上动不停，两掌竖立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向内向下弧形运动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
横上式，左脚向左平开出一步，踏归中门，双掌分别收回至左右腋前，掌心朝身内交叉紧胸前向下斜压，置于当前，长脚刀剪芙蓉。右掌在上，左掌在下，然后由下经子午中线向上向前推脱，两掌心均朝上，做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横上式，两手轻作结，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举腹前一旋许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双掌成虎爪，左先右后收回腋前，然后向前用力推出，力点在掌根，做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双手轻作结，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举腹前与前许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掌竖立，右前左后，左下右上叠起，由外向左向内，向上向下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双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右开出一步，长右脚在前的三后七马，双掌分别收回至左右腋前，掌心朝身内交叉紧胸前向下解压，置于当前，长脚刀剪芙蓉，目视前方。左掌在上，右掌在下，然后由下经子午中线向上向前推脱，两掌心均朝上，左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
呈上式，双手经坐结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取腹前一拳许，两掌心斜相对，长双之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双掌呈虎爪，分别先左后右向前方推出，左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右手回收，双手坐结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举腹前玉拳许，两掌心斜相对，长双之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掌竖立，右前左后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，向内，向上，向下，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沉，左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右脚提起，向后退一步，左掌呈鹤头手，左掌心朝上，两手同时向左坐摇的动作，再两手翻掌，左向右摇的动作，脚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呈鹤爪手爪窝，从右向左，从右下向中，从左上方做弧线运动，至左前上方时用力向内
向下扣摘。至于左腹弦，然后运用弹劲向左弦上方用力弹出，两颗爪手分开再转曲，叫狸猫洗脸，白鹤现爪。左脚在前，左掌变成鹤头手，左脚提起向后退一步，两手同时向右做摇的动作，再两手翻掌向左做摇的动作，叫青龙出水。两掌呈鹤爪手抓窝，从左向右，从右下向中，向右上方做弧线运动，至右前上方时用力向内向下扣摘，至于左腹前，然后运用弹劲向右前上方用力弹出，做狸猫洗脸，白鹤现爪。目视右斜前方，右脚在前，左掌呈鹤头手，右脚后退一步，左掌心朝上，两手同时翻掌向左做摇的动作，右掌心朝上，左掌心朝下，再两手翻转向右做摇的动作，右掌心朝下，左掌心朝上，目视斜前方。两爪呈鹤爪手抓窝，从右向左，从右下向中，向左上方做弧线运动，至左上方时用力向内向下扣摘，至于腹前，然后运用弹劲向左前上方用力弹出，做狸猫洗脸，白色线爪的动作，目视左前方。
横上势，右脚上步，双客掌手握拳抓握，双手交叉分别向左右方向用力拆开，两拳紧握有力，力达肘尖，左颠斜出现，目视前方，两拳心朝下，上动不停，两肘向内向中夹击，交叉于胸前，两拳心向里，左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，右臂在外，左臂在内，双拳成掌，掌心朝下，以掌根为力点，平掌向前方横击弹出，做虾姑至脚，目视前方，力打掌刀，且要有回弹劲，两肘稍微弯曲，上动不停，双掌握拳由前下方向身内向上向前脚起，两肘向内夹，两拳往外分，两拳向内弯曲，两肘尖力向下沉坠，两拳心向内，然后先向左再向右摇击，做白鹤摇甲，目视前方，力达两前臂绕骨侧，两肘尖猛然下沉，由右下方向左向上向右向下，做一圆圈滚动摇劲，发出颤劲，配合丹田之气猛然摇身，两拳置于身前，两拳心朝内，目视前方，做紧盘摇珠，上动不停，左力掌右握拳，拳抵在左掌心，伸腰向左拧，右肘向右前方盘肘击出，置于增重胸前，力打肘尖，右拳变掌由内向右前方弹出，弹出之力要运用腕力，发出软劲，掌指向前，目视前方，叫白鹤弹翅，上动不停，右掌握拳，从左向右经面于右掖前，从上向下向前拳外滚动而出，同时右掌握拳外旋抽回，置于腰间，左前臂张架在胸前成弓状，做霸王开弓，目视前方，左拳从下向后抽回，
右拳由头上以前臂下盖，长白鹤盖脖之势，置于胸前。左拳同时收回左腰际，两眼目视前方。左拳变掌，从左经右前臂下方向左前方挑出，右臂经左向右贴胸抽肘，往右大腿外侧方从上向下，以掌刀为力点切击下削，做白鹤扫翅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左平开一步，转身180度，随即左脚向左平开，左掌轻小缠腕的动作，呈白鹤缠脖的鹤头手，左青龙滚水的动作，呈上势，右脚平开一步，转身380度，左脚平摆，左掌轻小缠腕的动作，呈白鹤缠脖的鹤头手，右掌由下方向上向前推脱，呈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整个动作要左手缠腕，右手推脱同时完成，要用腰力做横向摇出。左脚在前，左掌呈鹤拳手，两手同时向右做摇的动作，叫做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左足在前，左掌呈鹤头掌，两手翻掌向右做摇的动作，左掌心朝上，右掌心朝下，这叫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